帕维尔牧师和瓦伦蒂娜决定把上帝放在第一位，尽管他们处于困难当中。今天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，来帮助我们把上帝放在生命的第一位？帕维尔牧师和瓦伦蒂娜服侍一个家庭教会，他们需要跋涉九英里的可怕路途才能到达那里。这段冒险的行程使他们又累又饿，但他们在商店货架上无法找到面包。 那是在格鲁吉亚的分裂地区阿布哈兹的首府苏呼米。那是一九九三年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部队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中，导致了严重的食物短缺。当时有几家面包店在晚上卖面包，每次当瓦伦蒂娜大胆冒险前往时，面包总是被卖光了。有一天崇拜结束后，玛雅一位教友给瓦伦蒂娜送了一些面包，但她拒绝接受。 玛雅有一颗慷慨的心，坚持要送，并哭了。于是瓦伦蒂娜将面包分成两份，一半接受了一半留给玛雅。瓦伦蒂娜和她丈夫很高兴，因为他们已经有六个多月没有吃过面包了。她想把它和大麦汤一起吃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遇到了一个又老又瘦又脏的女人，她在祈祷食物，说她快饿死了。瓦伦蒂娜想起了。 玛雅与他分享面包时的喜悦，他们是否有勇气也分享他们的祝福，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境况下？于是瓦伦蒂娜打开她的包，把他们手上的半块面包分给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喜极而涕地接受了。瓦伦蒂娜和帕维尔继续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。这个小而特别的经历比他们的饥饿感更为重要。 有时把上帝放在第一位，包含与他人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，即使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。帕维尔牧师和瓦伦蒂娜把上帝放在第一位，即使要做出牺牲，他们的勇气今天同样激励着我们。耶稣舍弃一切救赎了我们，他的爱促使我们把他的国放在生命第一位。当我们归还十一奉献和承诺奉献时，我们被敦促把上帝放在第一位。